来，今天我们要约会是永远的歌神，你看歌神已经变永远的歌神了，他就是张学友。就像大部分八零年代出道的歌手一样，中学毕业之后参加歌唱比赛并顺利赢得冠军。唱片公司随即在1985年为张学友推出首张的个人广东专辑。尽管没有俊俏的外表，但是学友那具有爆发力的嗓音让大家肯定了他的歌唱实力。之后的几张广东专辑也广受好评，也慢慢地被推崇到歌神之路。1993年，带着歌神皇冠的张学友转战国语唱片市场，以《吻别》这一张专辑从香港席卷整个台湾以及内地，真正成为全球华人心目中的歌神。1996年，张学友完成了人生当中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和相恋多年的女友罗美薇结婚，并且在3年之后生下女儿张瑶华，为她带来人生中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成就。今天的张学友不但是歌坛上歌神，也是一位称职的好老公以及好爸爸。今天的小应有约就为您请来这一位新好男人，一起来回顾他入行17年来的点点滴滴。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位歌神，他的声音影响了有十几二十年的这个所有的年轻歌手来唱，都要唱成跟他一样的声音。你说他的影响有多深远？或者每一个男人在唱歌的时候都希望他是张学友。我们来欢迎他，张学友。嗨，你好，哇，帅气哦，还是很帅气哦。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个，可是好啊，送给我的礼物。让我先坐，他一下突然看到我穿得很慎重，不知道该怎么讲话，对不对？我还是那个小燕姐，虽然有的时候平常比较邋遢一点。好，来，请坐，请坐。你好吗？还好。还好啊，到处唱哈。最近是的。最近是的。你呢？我还是在讲啊，还在继续主持啊。其实我在想，这张专辑。你上一张多久时间？一年多吧。有一年多？差不多。基本上我觉得哈，我仍然认为一个成功的艺人，这样讲哈，我们都算还不错这样。没有了，你很成功。哎呀，你，哎呀，永远的歌手。我觉得成功的艺人，永远的歌手，永远，这人家给我的名字啊，永远的歌手。好，我觉得成功的艺人能够在台上有个能够有这么多的精彩的演出，或者是不管他是唱或者是演或者是跳，不管是任何的表演，他必定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还有很多很多的智慧才能够演得出来啊。没有真的傻傻的他就站在上面是可以的。智慧还好，我觉得。那你觉得那是什么？表演嘛，表演他必须要经验，我觉得。除了敬业，然后经验，你说经验，先是经验，然后第二是你训练，对，而且我觉得第三还是要有慧根吧。慧根嘛，处理现场的状况是需要的，可是这个就跟您差得远了。你看他多聪明。我一直觉得，张学友是一个很特殊的男人。好，我们以一个艺人来讲，他的外表外形绝不是最俊俏的。OK， 那可是呢？我觉得我蛮俊俏的。可是呢，他可以演各种不同的角色，但是他也可以唱到最好听的歌，而且他好像没有做什么，其实做了很多。我觉得这是一直张学友，就是在很多人在。很多地方在真的时候，他已经在别的地方已经站在高峰上面，这样看大家。我没有站在那边看过人家，我只他就是这么厉害，我一定要告诉大家，真的很厉害，不要被他。我但是在真的时候我也有真啊，然后只是真，然后就觉得
真也没有用这样子，然后我就不，今天我其实要问一下，其实张学友是一个很标准的艺人，所谓标准的艺人，他经历过很多的事情。我觉得艺人要经历很多事情，比如说你一开始就红，可能你不知道后面怎么走。那我觉得一个艺人，其实你要经历过，不知道怎么样未来是什么，或者不知要怎么样站上舞台，或者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或者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情，那经历很多很多的失败，经历很多很多挫折，那怎么样自己站在台上，啊，我鸡呀，我鸡，这样子才对，或者是我找回我的信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不单是艺人的问题吧，我想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啊。要是你，我觉得不完全是因为我是艺人，我是觉得因为我的成长的问题。现在对事情的认知，我觉得不是完全是，光是艺人就会说哦，你做艺人做了20年、30年你就懂或者怎么样？是你必须要在你周边一直发生什么事情，或是跟你有关，或者跟你没有关系的，要八卦一下，然后了解一下，然后当然发生在自己身上，你要找方法去解决啊，然后。在一个想的过程，在一个经历的过程，你去吸收一些东西，这样子。我觉得我现在是因为我真的成长了，不想用那个字，真的真的成长。好，我们来看一些你没成长的照片，好，我们来看，哎，装可爱，装可爱。这时候几岁？这时候23岁。这时候装可爱，可是这时候不一定快乐。24岁了，发这样子。这时候不一定快乐。那个时候蛮快乐的，我觉得。真的吗？这个是第一张嘛，这个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哇，前面的路有多难。人家叫你笑，你就笑。那个时候很快乐，我觉得。那时候不知道前有山后有虎，你看还把虎爪、熊爪发在手上。好，我们再看下一张。为什么这样穿？对，为什么这样穿？好，以为自己很有型这样子。对，你真的以为自己很有型？你看哦，裤子穿得这么窄，还弄两个背带，好奇怪啊！那时候你们是不是在合拍一部什么电影还是什么？而且啊，你看，身体语言会告诉人家罗美薇啊，很高兴就跟你合照，然后你要做出那种哦。这个女生不是我喜欢啊，我跟她不熟啊。哪有？感觉上你看，你要插个口袋往外面看就。往外看是因为那边有人叫我啊。Yeah. 通常是这样子。那时候你们有没有再开始交朋友？很早开始了。啊，很早就开始了。对啊，那部电影还没拍完就开始了。还没拍完就是因为拍那部电影吗？对对对对。哦。所以应该是1986年开始吧，年初，因为85年就拍那部电影，85年。哎，那你没有交什么女朋友哎？还好啦。还好是什么意思？就是有过，然后不多就对了。对对对对，对不对？多有什么用？哎，也对啦，像我们哈林也没有嘛。很好啊，很好啊，对呀、啊，你们现在是典范，你知不知道？典范吗？你们俩真的是典范，就是好先生、好爸爸、好情人的典范哦。所有的女生就讲起你们两个男人哦，都恨不自己嫁的先生是像这样子哦。这已经是结婚了，对不对？这还没吧？还没吗？应该还没吧？结婚他就很少出来，然后很少拍这个。对。结婚以后，就结婚之前就已经很少了。嗯，是他很不愿意呢，还是你们？他结婚以后就不愿意了。真的、哦？他其实不是很，我常讲就是他不是因为我，他不是因为我而退出，他是因为他自己。他根本不喜欢这一。我想也得不到他自己应该就是想得到或者他自己觉得应该得到的东西。娱乐圈就是这样子，娱乐圈就是这样子。你不是说每个人他们真的付出，然后就得到啊？没错，得到人就很幸福了。我就是很幸福了，我觉得我已经。你会这样觉得吗？我觉得，我前几天
昨天呢、啊、还是什么时候，我讲说，那我现在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那我还是觉得够了，差不多了。啊，这个是。